干嘛没让人家多少那个那些车噻？你当个这个也挺难弄的。干嘛了？正好多少钱嘛的？你要当么怕当？他家正好来了嘛，可给了把口门砸了嘛，给我讲了。口砸了，把口门砸了嘛，那你下个没得个，那没办法，我们就他把这等下找你了。干嘛没让人家说的？那多少年还多少了？你他几百年了嘛？干嘛没拿？干嘛是那一种子嘞？干嘛没拿？干嘛没拿？干嘛没拿？干嘛是那一种子嘞？干嘛没拿？我所在的世界被喃喃诵经声所包裹，哪怕身处一片寂静，闭上眼睛仍然能听到那种神秘的召唤。我知道许多传奇故事，这些故事是人们的希望和安慰。就被认定为一位已经去世、德高望重的活佛的化身。没错，他的前世是一位著名的修行人。他们说，人生的尽头不是结束，是另外一段人生的开始。
今天的这个故事太神奇了。这还不算什么，神奇的事还多着呢。还有什么神奇的事儿？我想再见到我爸爸。你肯定能再见到他。在哪里能再见到他？我听说在一个人离开的地方，也许还能再找到他。喂，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为什么拿石头扔盲牛啊？啊，他伤过我的脸。是这里吗？嗯。是你太顽皮了吧？盲牛其实很温顺的，如果你不招惹他们，他们是不会伤人的。你是这里的学生吧？你不去上学，你在这里做什么呀？我要找我爸爸，到村口。那正好，我也去，一起走吧。嗯。好像在寺庙经常见到你，你叫什么名字？上几年级了？我叫伽玛梅南，再有一年就小学毕业了。小学毕业后就该进藏医学校学医了吧？嗯，不过我以后不想当医生。那你以后想做什么？我想出家，像你一样。哦，为什么想出家？出家想帮助更多的人。哼，了不起了不起，回答得非常好。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哦，你是家里的老大。嗯。前面就到村口了。你爸爸呢？在县上。在县上？那儿很远的，要走上好几天呢。我爸爸在县上出车祸往生了。他们说在那里还能再见到他。干嘛？嗯，你爸爸不在那里，你想见他？我知道他在哪里，你跟我来。嗯，他在哪里？跟我走，我带你过去。嗯。你爸爸不在，那家里的活都是谁来干？
地都是邻居们帮助收的。哦，那你的妈妈肯定非常的辛苦。嗯。听，好像是踩脚大街在唱歌。嗯。你知道踩脚大街唱的是谁的歌吗？是谁的呀？是仓央嘉措写的歌，他也是一个转世的活佛，他是西藏那边的僧侣，不过他以前也在这里的寺庙出家过。我说干嘛，不要老想着出家，你应该好好的去上学，你是家里的老大，有把家撑起来的义务，只想着自己出家是自私的。况且不出家也可以修行啊，就像仓央嘉措，他先过了很多年的世俗生活，世俗生活给了他很多修行的灵感。在世间修行也一样吗？哦，那当然了，你说出家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当医生也可以帮助很多的人。我们村太缺医生了，全村只有一个医生，就是僧人色德师父。他从西藏回到这个村子以后，就再也没有走出去过。药品是寺庙花钱出的，他免费为村民看病。因为只有一个医生，所以他很忙，休息的时间非常少。晚上常有家属骑着摩托车来叫他去救治急诊病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多培养一些学生。在这里休息一下吧，干嘛？嗯。那你为什么要出家呢？我很小的时候就出家了，当时我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想法。我是从林芝来的，在林芝地区，我们本地的僧人比较少。我只觉得出家是一件光荣的事，剃光头穿袈裟，全家人都会感到自豪。是父母让你出家的吗？不是父母强制我的，是自己愿意的。当时发心比较少，只是想着自己周围的人，没有想到众生。现在呢，学到了很多，发心大了。凡事呢，要考虑众生，不能光考虑自己一个人。出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肯定很不错吧？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不习惯。刚开始不能和家人见面，要自己料理生活。每天早起打水上早课，下午晚上都要上课。经文的意思一开始不能理解，要慢慢去悟。堪布每天还要给我们考试。不过寺庙的生活也很快乐。我只是想跟你说，在世间修行也是一样的。还有，我也有三年没有见到我的妈妈，我也挺想她的。牦牛生了小牦牛，隔壁家的自然拉姆姐姐
又添了新宝宝。夏天快来了，草地也都绿了，但是我有一年没有见到你了。世间越是生机勃勃，我就越觉得荒凉。任伯切是转世来的，那我们也一样吧。嗯。转世后人还一样吗？当然是一样了。要上哪里才能找到呢？走吧，就在前面。嗯。不用去远处寻找，只要这一世相遇，就不会再有告别。积雪快要融化了，再过一段时间你们就要放假去挖虫草了吧？现在这个季节，有些花已经开了。天冷的时候，你看他们都枯萎了，不见了踪影。但过一段时间，他们就全都会冒出来。对，他们又都回来了。对，他们又都回来了。他们枯萎的时候，不等于他们死了。就算他们死了，留下的种子，第二年还会重生。生命在地底下蠢蠢欲动，虽然柔弱，但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万事万物都存在着气势，干嘛？你不觉得？你听过这个传说吗？日月、星辰、江河、湖泊、森林和山川，其实是牦牛的头、眼、肠、毛、蹄、心脏变成的。牦牛性情温和善良，吃苦耐劳，我们喝牦牛奶，吃牦牛肉，让它帮我们驮东西，没有它大家是活不下去的。我们从自然里得到的最后还要还给它们，在我们死的时候就将无用的身体最后的一点东西献给秃鹫和无形的神灵，赎回生前的罪孽，肉体解脱，灵魂升华，也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善意。以后我不会再打牦牛了。好。好，到了，就在这儿吧。想说什么，跟爸爸说说，他一定会听得见的。下山吧，不要找了。爸爸一直都在心里，
来，干妈，在这里洗个手吧。我们村的这条河能洗掉人的烦恼哦。不过痛苦也不是没有意义，它能带给我们比快乐更多的启示，尤其是精神的痛苦，更容易引领我们走向顿悟。你回去要好好上课，接着要帮家里多干点活啊。嗯，好吗？对了，这是给牦牛捐的。我知道寺院经常用大家捐来的钱买牦牛放生。嗯，2.6元，不错，我收你6元就可以了。嗯，这2元你还是留着，牦牛会记得你的功德。嗯，现在呢，你就回学校上课，好不好？嗯。就算再把多少多少年。